尽量打坐，不是打瞌睡啊，打跟打不一样 ，OK， 打坐打瞌睡不一样啊。OK，Thank you 了，谢谢。我知道你们大家都尽量了，不过有一些太随便了一点啊。做什么工作都要尊重我们的那个职业，听懂没有？不管你小弟也好 ，OK， 骑厕所在 airport 那个机场也好，任何的工作都是有上帝看的 ，OK， 做的就是有工作的。那个上帝也是在那些小弟的人外面的，在开计程车的人的，懂不懂？所以我们自己要做事也是跟他们外面的人一样，他们做不好就失业了，没工作了，没饭吃了。那跟师父工作当然也不会这样这么糟糕，不过要尊重自己的工作 ，OK， 不能太随便了，这样就表示说不尊重自己的，又不尊重别人，懂不懂 ？I am sorry, I have to speak Chinese to this.My beloved karma, okay? Different kind of karma. About the kind of less than excellent job they're doing, okay? I have to tell them something. Maybe they change in the future. They take more care and more attention. 我们给人家烦恼，人家每天看那样子受不了，还是诅咒啊？哎，人家不修行啊，他们的修行的方法是这样啊，听懂吗？哎呀。然后自己也不好，所以对别人不好，就对我们不好就对了，了解吗？